今日灵修金句，马可福音5:36，不要怕，只要信。在那古老的年代，在那伊甸园中，一切都是美好的。神心中喜悦他创造的一切。经上记着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了。想想看，那是多么有朝气，有希望，万事都是欣欣向荣的气象啊。神高高兴兴地带着活物来到亚当面前。神说，这活物是什么？亚当就兴奋地给每个活物起名字，这是老虎，那是兔子。神很称许亚当的聪慧可爱，亚当也得意洋洋，觉得自己还真行。我们似乎都可以听到伊甸园里的笑声，可以看到神的笑容和亚当兴奋的手舞足蹈的样子。当然，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伊甸园中凉风吹起，神和人在一起的好时光不在，多少历史的沧桑啊。神一次又一次的心痛后悔，人一代又一代的受到责罚受诅咒。今天的世界仍旧是这么的肮脏混乱，
悲剧仍是一遍又一遍的重演。我们生活在美国，是最幸福的一群，但是我们心中有真正的长久的快乐吗？物理、化学、数学、逻辑，这些自然律都是神创造的。人活在这世界，就得受这些自然律的控制。生、老、病、死，是万物必经的过程，人也不例外。但是谁又愿意生病或死去呢？我们都希望青春常驻，长生不老，至少也希望无病无痛。在每个主日崇拜的代祷栏中，见到主内弟兄姐妹有肢体病痛的消息，总有触目惊心的感觉，心中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的。为他们祷告之余，难免会想到自己不也是在为自己或家人的病痛担心吗？人活着蛮累的。年轻的时候常觉得自己是铁打的，对身体不太重视，暴饮暴食，尽情欢乐，加班熬夜，努力工作，时光过得很快，一下就进入中年，身体上小毛病开始出现了。车子旧了可以换新车，我们的身体坏了只能设法修理，连零件都没得换。基督徒这时就会向主耶稣祈求，有时候病情会好转，有时却是祷告不听。经上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又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基督徒因信福音得到了永生，但在人世间的寿命仍不超过百年，我们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辖制。基督徒又将如何面对病痛和死亡呢？猜不透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病，什么时候会死。经上告诉我们，神的一切作为都是美好的，但是就人的眼光来看，病痛和死亡就不是美好。若是我们能够长生不老，那该多好啊。至于地球上是否装得下这么多人，一代又一代的增加，那就不关我们的事儿。神知道我们猜不透，并且无法理解发生在我们身上和这世间的一切，所以神要我们谦卑下来，完全顺服。神要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神，要我们全心依靠神。神从来没有应许基督徒的生命中不会有暴风雨，但是神却应许他会给我们同在，和我们同行。外在环境或许仍是那么的恶劣，狂风巨浪仍是残酷的一波又一波的打来。神说，在主耶稣的怀抱里，我们可以得到心灵的平安和宁静，有如停在避风港内的一艘小船。是的，在主耶稣里，我们灵得安宁。基督徒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延续。神应许我们外面的肉体可以毁坏，但我们的生命将永远长存。有希望，基督徒就可以安心地面对死亡，知道主耶稣会再来，我们就有期望。非基督徒在绝望中死去，
我们基督徒只是在黑暗中熟睡，等待主耶稣的再临。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又说，不要怕，只要信。是的，我们何不把一生的劳累、一生的重担，在面对死亡之时全部卸下。在这个重要关头，我们抓紧主耶稣的话，不要怕，只要信。抓紧神的应许，因为耶和华神是信实的，是永远不变的。亲爱的父神，在你的慈爱中，我们有希望，有期待。你的信实广大，你是全能永在的真神。我们期盼天使的号角响起，主耶稣的再临，那荣耀胜利的时刻。亲爱的父神，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的名。奇迹。